啦，翻嚟第二節嚇。咁正話咧，我就講咗好多，即係我哋個免疫系統咧，就係、你嘅軍隊啦。嚇、有嘢入侵啊，有需要作戰嘅時候咧，佢就會整軍待發嚇、跟住咧就係、出嚟打仗。打完仗之後咧，佢就然後咧又要再咧啊休養生息，再嚟過啊，維持一個永遠都嚟維持一個即係。作戰的狀態其實是一個最好的免疫系統，但是免疫系我們的免疫細胞不是單單用來打仗的，不是一定是有外來入侵的事情發生、或者有些壞死了、它才會 出動的。其實呢我們的免疫細胞呢還有一個功能，就是修補。修補不是正話講話清理異常啊、掃走垃圾那麼簡單，而是生回細胞。一樣嘢咧，就好多人就唔知道。嗰陣時，我哋話而家好多人對幹細胞好有興趣啦。啊，然後你話啊，點樣咧幹細胞起死回生啊？咁點樣係回復青春啊？甚至乎咧，即係萬能嘅咁樣嚇。咁幹細胞的確係好萬係萬能嘅，佢係有能夠有個條件，即係佢嗰個性質咧，就係會能夠不斷分裂啦。同埋係能夠會多變萬化萬化咧，就係可以變唔同嘅細胞出嚟啊，去修補你壞死嘅器官啊，或者係失去功能嘅器官啊，譬如糖尿病啊咁樣嚇。咁呢啲細胞喺邊度咧？其實我哋身體好多地方都有血白有幹細胞，尤其血液裏邊，血液裏邊係有幹細胞嘅。只不過點解我哋唔會話即係？長生不老啦，嚇長生不死啦，不斷咁樣去生長啦，不斷咁樣去即係修理啦，係唔會老唔會病啦，咁冇會可能？點解咧？唔係話我哋冇咗啲幹細胞，而喺啲幹細胞冇咗一個適合嘅環境去生長，甚至乎幹細胞本身都老咗啦，懵懵地唔係幾識得去叫做 repair 修補啊，或者係 去修理啊啲壞咗嘅細胞同埋器官嚇、啊。其實我嚟講，人類好多細胞身體裏邊咧，其實亦不斷係受到挑戰啦。啊，我亦都常日強調話，我哋環境嘅影響啦，心理壓力啦，工作壓力啦，氣候啊、空氣啊、各樣嘢啊，呢啲咧各在作各方面嘅衝擊係會挑戰你身體嗰、那個自我修補的能力，甚至乎就我哋話簡單個復原的能力，亦都係會影響你啲身體本來有的幹細胞不能夠去正常咁運作嚇。但係如果完全冇呢個幹細胞咧，你係入去又唔能夠生存嘅喎嚇。好多時譬如嗱，有啲人以為糖尿病嚇，因為血糖控制得唔好啫嚇，但係唔知道原來我哋個胰臟細胞咧嚇，當然有受到破壞，但係佢亦都係不斷咁樣去修補嘅嚇。好簡單啲講咧，我哋即係我講個白血細胞啦，裏邊好多種啦，有 B cell， 有 T cell 啊，又有一啲叫做巨噬細胞、單核細胞嚇。其中單核細胞就係最多變，而家呢度嘅單核細胞。你點解啲細胞血即係佢哋唔同嘅病變嘅時候咧？譬如你嚟細菌感染你同病毒感染你，你嗰個反應，你身體嗰個免疫細胞、免疫功能嘅成個軍隊啊嚇，裏邊要做嘅策略啊個 strategy 係唔同嘅，佢要製造嘅細胞係唔同嘅嚇。點咩時候我哋要做啲白細胞lymphocytes？嗰啲叫做淋巴細胞，幾多時我哋要做多啲 monocytes，monocytes 又幾時要做多啲 macrophage 嚇？咁呢啲咧其實係完全都係 program 好嘅嚇 ，program 唔係話一成不變，而係因應環境、因應嘅條件需要，我哋就會製造多啲細胞出嚟嚇。譬如我哋講 monocytes 係最多變嘅。係 ，monocyte 佢係最好嘢咧，佢能夠變 macrophage 嚇，就巨噬細胞。巨噬細胞啊，當然啦嚇，其實即係能夠執行嘅最直接，亦都最快脆、最有效嘅任務就係食咗啲壞嘢嚇。咁其實我哋身體咧不斷都有啲細胞死亡嘅嚇，有生必有死嚇，死死生生，生而不息嚇啊，即係流轉不息嘅，呢個係必然嘅定律。我哋身體裏邊都係精。經常都是不斷咁樣出現呢個現象，就是有生又有死嚇。有啲細胞到佢個功能去到某一個階段啊，老化啦、退化啦，佢就要死亡，佢就要被消滅。其實佢喺我哋身體每一個器官啦，當然血裏邊會有啦，但係好多器官，譬如個肝啦、個胰臟啦、甚至乎腎臟啦、我哋嘅腦啦嚇，腦啊，尤其是裏邊都有好多 macrophage。呢個 macrophage 嘅作用咧嚇，就當然啦。如果係有需要嘅時候咧，即係會幫你清理嗰啲死嘅細胞啦嚇。更加重要嘅係佢會修補
嚇。Macrophage 分成兩大類嘅，其實兩個 group 嚇。其實佢係分為即係嗰個定義係由佢個功能嗰度去定義嘅。M1 同 M2 嚇 ，M1 係 proinflammatory 嘅嚇，首先係發炎先走嚟清理現場，打仗食曬啲壞嘢嚇。M2 咧就係、是。anti-inflammatory 就是去修補的。什麼叫修補呢？修補不是掃垃圾那麼簡單，是要生回新的細胞。很簡單，舉個例子，就是譬如我們受傷，皮膚介損了或者是擦損了，有一塊沒有了，那沒有了皮的話，如果小孩子的時候你知道復原都很快脆的，首先就流血啦，然後流血清啦，其實血清就係裏邊有好多白細胞、白血細胞嘅，佢就嚟幫你首先控制咗現場先，唔好俾細菌入侵，所以咧就會含濃，將啲細菌食咗佢嚇，然後跟住咧就將呢啲咁嘅污細菌啊食咗佢之後清理咗佢咧。如果我哋個身體強壯咧，好似後細路仔嗰陣時咧跌親損傷啊，你就算只要清理即係洗乾淨啊嚇，將啲細菌嘅量數量減到最低，基本上你嘅身體已經自己修補得到噶啦。首先就將嗰啲細菌食咗佢啦，就會變咗含濃啦，含濃啦，然後流咗濃之後，跟住好啦 ，inflammation 發炎進行完啦，發完炎啦，跟住點樣啊？咁你嗰度冇咗一塊肉噶嘛，冇咗一塊皮噶嘛，咁點樣生翻出嚟呢？就係、是、靠你皮膚組織裏面底層皮膚，我哋嗰個 endodermis 即係個真皮層裏面嘅白血細胞啦。就是那些 macrophage 啊、monocyte 啊，好多呢啲細胞就開始出嚟做嘢啦，佢會。分裂會變，佢好多變嘅。你譬如你受傷到嗰個係嗰啲皮層，或者係嗰啲汗腺啊、毛囊啊，其實好多時咧，如果個傷害唔係話佢好深層咧，你個身體咧其實係有機會係生翻嘅。想象一下我哋嘅皮膚嗰、那個狀況就係啦，跟住慢慢就生翻啦，生翻個皮修補咗個傷口先啦，然後咧就會生翻啲首先就係修補好個底層啦，一層一層嘅皮膚生翻出嚟，需要嘅我講嗰、那個其他嘅組織啦，譬如汗腺又好，油脂分泌腺又好，皮層個表皮啊，啲神經細胞啊，各樣嘢就會慢慢自己買位，好有趣噶。其實我哋身體嗰個自我修補個能力啊，甚至乎細胞個變異功能啊，點樣去發展咧，好神奇。如果你將佢認真去研究咧，細胞學係一個非常之精妙、好神奇嘅啊！因為我近來睇多咗啲細胞嘅演變啊，尤其是白血細胞啦，咁好複雜好多。但係你睇到佢嗰個功能啊，你會覺得真係好 amazing。原來我哋身體譬如你冇咗塊皮，佢會生翻出嚟嘅嚇。雖然如果佢嗰個濕皮層係傷害得深嘅話咧，佢會嗰啲 fibroblast 即係嗰啲。纖維細胞咧就會好積極啊，咁就會起瘌咯，生得好多好多起到瘌啊，再嚴重啲，其實嗰啲就過咗籠啦，生到過曬籠咪起瘌咯，有啲叫 keloid 啊，直情成嚿硬嗰啲，有啲生嚟蛇咁樣咧，尤其是心口呢啲地方咧，中間線啊，神經線比較集中嘅話咧，嗰啲 macrophage 同埋 fibroblast 咧，佢係殺得好勁啊，佢個分裂啊、繁殖啊，好犀利，太多 over 咗啦。過了籠了，那就變成一條瘌，條瘌呢最慘的瘌裡面又會黏了很多神經細胞在那裡，所以這些瘌會痛痕啊，這樣這個就是我們身體白血細胞，其實就是白血細胞啊，是啊，白血細胞裡面包括只有 monocyte 啊、 macrophage 就是負責 去修補啊，去建立一些新的組織、新的細胞出來又除了修補之外呢甚至乎呢可以呢令到你的功能呢是回復回正常，咁你咪好神奇咧？咁如果咁樣講到呢度咧，我哋會知啦。如果你白血細胞係退化咗，這個修補嘅能力差咗啦，咁嘅時候咧，受到個傷害，你身體受到傷害，譬如個胰臟咯，我哋個胰臟細分泌胰島素嘅細胞，不斷咁壞死啦。而最慘就係你本來應該要執行任務嘅巨噬細胞、嗰啲白血細胞、免疫細胞，佢哋做唔到嘢啦，懵懵地啦，老咗啦，就唔能夠修理啦，唔能夠清理嗰啲壞死細胞咧，
更加係冇生翻啲新嘅細胞出嚟。其實你唔好以為乜嘢唔會有新嘅細胞生噶。其實我哋身體咧嚇不斷都會有新嘅細胞生出嚟嘅。好簡單嘅例子，你睇我啲皮膚，我哋嘅皮膚係一個不斷生長嘅器官嚟嘅。亦都係我身體裏面最大嘅器官，其實佢係不斷咁生長，不斷咁死亡，不斷咁生長，嚇，冇一日、冇一分鐘、冇一秒鐘係停止嘅，嚇，每一日我哋死好多細胞，其實我哋不斷咁有死嘅細胞脱落，但係當然有一定不斷咁去補充。我哋身體裏邊嘅器官，你睇唔到嘅器官，其實一樣同樣進行呢啲工作嘅，嚇。所以如果冇一個適當嘅，我叫新陳代謝，嚇，一個代謝嘅機制咧，咁個壞死嘅細胞又不斷咁積聚，老咗嘅細胞。是會產生呢啲有害嘅嘢嘅毒素啊咁樣嚇，再令到周邊嘅細胞死得快啲嚇。所以佢另外一個例子咧就係脂肪肝啊，脂肪肝其實都係因為脂肪肝咧嗰個就係因為呢個肝細胞咧嚇又係退化咗啦嚇，就吸咗太多嘅脂肪，咁佢成變成一個脂肪肝細胞咧，基本上就係自殺等於嚇。然後佢死咗咧，佢又衰喎，佢會影響嘅其他嘅細器官，因為佢分泌啲毒素嚇。呢樣嘢好啦，好多人仲未 realize 係點解脂肪肝咁致命。根本脂肪肝其實就係肝退化嚇，而且嗰個脂肪肝嘅跟住落嚟會衍生嘅問題就係會脂肝硬化啦，甚至乎嚴重啲係會肝癌。而家慢慢就會發覺，因為以前唔知嘅，以為我有脂肪啫，脂肪對都係我哋身體正常嘅一啲組織嚟嘅啫，冇乜問題啊咁樣。其實唔係嚇，呢樣嘢並唔係，所以唔係話食得肥嘢啊先有脂肪肝嘛。基本上係一個功能嘅退化嚇。我就話我哋每一個器官裏邊其實都有好多呢啲叫免疫細胞，免疫細胞就包括就係主要幫助你 repair， 我哋叫做係重組、修理、修補。生翻啲新細胞嘅白血細胞就係啲咩咧？主要係 monocyte 同埋 macrophage 嚇，單核細胞啊，嚇，即係巨細細胞啊呢啲，其實仲有啲 fibroblast 呢啲係即係其實我進行啲修補嘅工作嚇。咁如果我哋個人體老化嘅話，呢啲細胞咧，其實我哋身體都係白血細胞裏邊嘅一種幹細有呢個幹細胞係啦，有幹細胞功能嘅呢啲細胞嚇退化咗啦，壞咗啦，唔能夠執行任務。咁自必然就係死嘅細胞比生嘅細胞多，咁啊解釋咗咩叫退化咯？呢咪就係退化咯。其實呢個都係一種炎症嚟嘅嚇。我哋退化不斷咁樣有呢啲咁樣嘅壞死細胞出現，而又唔能夠及時咁清理佢。你唔好以為清理唔到佢就會消失喎，係個 cumulative 嚟喎，同埋呢個係一個壓力嚟嘅，對免疫系統係一個壓力。你個免疫系統當 sense 到啊，係好多嘢唔對路喎，啊呢、這個器官真係好退化喎。譬如我哋個腦啦嚇、啊，最多最容易退化嚇、啊，尤其是都市壓力咁大咧，基本上真係叫傷腦嘅，真係死好多細胞，傷個腦嘅細胞係好 sensitive to toxin 同埋 stress 嘅、啊、好你即係。腦細胞其實是很 sensitive 的，同埋甚至乎係好難修補，但是後生的時候是 OK 的，嚇幾晚捱通宵冇問題的，幾攰都好啦，你瞓翻一覺好咧，你好快 refresh 啦，嚇但老咗唔同，修理唔到啦。咁積聚嘅嘢咧就會越嚟越嚴重啦，所以我哋個腦咧老咗退化咗就會有啲叫 amyloid plaque 啊，有啲咁樣嘅沉澱物啦，積咗喺個腦細胞咧，即係其實個腦掛咗啦，腦細胞死咗，即係死下死下又會傳染嘅喎嚇，然後就越嚟越多個細胞死咗細越嚟越多嘅話，你個人嗰個腦功能咧咪退化咯，腦功能退化係乜嘢啊？冇記性啊，最直接最簡單啦，但係唔係淨係冇記性嘅，你樣樣嘢都冇興趣啦，做人好似咧就冇咗個動力啦，啊思考慢咗啦，反應又退化啦，各樣嘢 ，even 我哋嘅行動啊 ，motor 嗰方面啊，嚇都退化啦，平衡能力差咗啦，各方各面你個腦嘅功能嚇。都不能夠適當咁樣去運作，咁咪腦退化咯嚇。其實咁樣舉一反之，三一樣樣器官都係因為咁樣而有退化。所以我哋講免疫細胞嘅健康嚇，就係你身體整體嘅健康。免疫系統係一個非常之複雜，同埋咧涉獵甚廣嘅。我哋基本上可以話你聽，唔係話我喺我哋個淋巴鬱啦，或者係某啲器官裏邊先有免疫細胞，其實係無處不在。每一個器官都需要呢啲免疫細胞喺度保維持你嘅健康，維持正常嘅運作，維持一個正常嘅更替、更新、新陳代謝嚇。如果冇咗呢一種咁樣嘅保護咧，
你的細胞真的就自然退化啦，退化就會引起很多反應啦。有時我們說炎症就是你的身體那些白血細胞、啊、有些很勤力、啊、但是又做不到事、啊、因為是在出攻擊你的身體的關節也好、胰臟的細胞也好，那就令到你的功能就越進一步衰退衰竭和壞咯、啊，咁後果大家都知啦嚇，再下一步嘅話嚇，唔係就病就係死噶啦嚇。咁希望呢一節咧唔會太過複雜咧，因為免疫細胞、免疫系統係一個非常非常之複雜嘅器官嚟噶嚇。咁啊，或者時間又到啦嚇，下一次我哋繼續再分享其他，拜拜。